你给我打什么电话？谁啊？谁啊？停车！你谁啊？哎，等会儿，环境吧。刘岩，你怎么胖成这样了？我这伙食太好了，哼！你真行，有个人上车你也不看一眼，我还以为我被人绑架了呢，太可怕了！我在这等朋友的事，到你开门你就上来了？谁还没个朋友等啊？咱俩多少年没见了？这八年了，哎呦，太巧了！巧了，巧了！哎，今天陪我见了一天的客户，累了吧？我不累，你赶紧回去吧。我等你上去，我就走。嗯，以后你不要经常送我回来了，万一让同事看见，会误会的。别这么敏感好吗，文儿？嗯，放轻松一点，不要给自己那么大压力啊。我知道了，开车小心点。嗯。